哎呀，你现在现场香喷喷，充满了饼干的味道。真的，我们这边是烘焙坊哦。对，只要闻到这种饼干啊、甜点的味道，你就觉得受不了，充满了幸福。那就看到他们在做这个饰品，嗯。这是什么材质啊？那是琉璃珠哦，琉璃哦，这是我们小时候玩的弹珠吗？对，一种比较高那个高级的一种琉璃珠，然后所以他们要高温去烧出来的、哦。对，他那个琉璃也是小朋友也是妈妈们自己妈妈做的，哦，自己从头做到尾哦，这么厉害，好厉害哦，人家什么形状都有，容易做，对，什么形状都有，这就师傅了耶。他要烧1200度，哇，而且还要经过他们的设计，有专门配合的老师。然后教我们这些妈妈自创作，哇，很有才，好可爱，很棒哎！那你有客制化吗？有，可以，他也有做客制化的产品，哇。哇，其实我们现在因为我脸比较大，老师都叫我要戴大颗，对，一个超大，就是要这么大颗，好，看起来脸会小一点，大颗，然后烤烧成绿色的，大家会以为翡翠，哎呦，对耶，其实天人跟小奇穴都有戴，真的耶，很好看呢。很好看，也是它这个琉璃耳环搭起来也是很好看呢。嗯，每平均的价格大概落在多少？大概300到350之间。哇，便宜耶！随便买都要2000、3000这样子。对啊，对，你想想看，300块你可以买到1200度的温度，而且全部纯手工哎。主任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这些琉璃珠，感觉上有很。好像有这种我们原住民的那种色彩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们这个新工坊是在花莲，所以我们有结合当地原住民的文化，把它结合带。这怎么带啊？这个它是这样两边，还不用好方便哦。我想要买那个，新妹姐整个头套下去，头怎么？后面手太大，堆很好看呢。对，堆叠好好看。新妹姐这样跟你今天这条项链这样好搭哎，对，很搭哎，是一组的。而且夏天的时候。其实你穿着白色的 T 恤，对，其实搭一个就很好看。你看，很好看，哦，好好看。啊，我应该带这条去绿岛，这好好看哦，很好看哎，嗯，好适合哦。而且我这一条上面是孔雀羽毛哎，那我是什么？你是原住民眼睛京剧的那种京，好像原住民的那种，对对对对对对。那我这个呢？你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平常看那个原住民图腾那个花纹，然后他还用这个色料这样子拉勾勒、晕染、勾勒的这种方式，那有丰年祭的感觉，有有有。而且这个红好漂亮，对。然后我个人认为他的耳环很美哦，对，一个花，看这耳环，看这耳环很精致，很摇哎，好漂亮哦。他们本身的配色。都是那些老师教他们的吗？还是自创的？老师会给他们上课，然后他们自己会发挥他们的创意。哇，看这个，好想吃它哦！所以搞不好有某一个人，他就会特别做同一个款式，是他自己的独家款，招牌款。哎、嗯，那所以现在这些饰品都是在网络上面对购买吗？很方便呢。那平均这个一条要花多少时间做啊？因为它要烧高温，还要冷却，所以大概要1到2天的时间。一条1到2天，然后才卖300块，同时可以烧很多个，它平时会有一批货出来，一辆自驾，但是要嗨。很厉害，要买就要买一组。对啊，这个搭配的，会招哎，招哎啦，耳环，哇嘞，很好看哎，很棒哎，而且又可以客制化。对，而且我觉得这个饰品呢，我现在坐在这边看，除了他们的颜色还有设计方面，我还有看得到他们的一个期待。他会期待这个世界的一个更美好，他会期待这个世界能够多出更多不同的温暖的色彩在。我觉得其实很多东西我们都说会有一种意念，对，会有一种意念，像你去庙里求平安符啊什么的，是，或者你带什么，那是一种意念。那感觉上他们在做这些饰品的时候，其实他们充满了期待，充满了爱，充满了对未来的一种希望。其实它是有一种。能量在里面，而且我自己觉得，因为它真的是纯手工嘛，你看它每一颗的，我的感觉都一样，对，都不一样。所以我在戴它的同时，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承载它的故事，然后跟着它一起往前进的感觉。嗯，对，就是我不只是背负着自己一个人，就是感觉另外一个人使命感，对我使命感。是哦，你肩膀上有人了，那重生了。而且我觉得我最近有练，我帮你弄一弄。我觉得我们去买了他们这些商品之后。
我觉得这些就是这些姐姐们会更有自信，真的，对啊，他们很高兴，对啊，而且说哎，我的商品被人家肯定，他们会有自信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设计师，对啊，真的，我有特别搭配了一下这个耳环，然后项链还有首饰的部分，嗯，都有特别精心的搭配搭我今天的洋装，那条项链很。很好看，只有它一条。他们的那个色泽都是透的，有没有？先漂亮哇！你看那个 monitor， 你看，哇，祖母绿飘冰，好漂亮，好像珠宝哦，好漂亮，真的好漂亮，很漂亮。就他们的饰品其实真的都很好，没有在照你的表情啦，我们在照项链。哦，你走位啦。我怕随时 突然 take 到我的脸啊，我有表情管理，我是在乎你的睫毛吧？很厉害，这个手工真的蛮强。对啊，而且它每一个都很漂亮，手环也很漂亮。嗯，我是觉得，因为我自己是学美术的，所以我懂那种，就是当你很用心去把你的所有的想法投入到作品里面的时候，当有人愿意看得懂你的作品，或是他愿意买你的画。你会觉得超感动，然后就会有另外一股力量推着你继续往前走，哪怕可能一开始你只是做一个小小的东西，到最后你就会觉得有信心了嘛。有信心之后，你就觉得哦，那我应该做其他的类似的东西啊，或者更多不同领域的东西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做这个，就是如果我们买他们的东西，就是有点像是支持他们经济独立，对啊，真的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是一个支持，是陪着他们一起成长。对啊，但是像我有问题，我想问主任，就是像我们现在的这一些，就是妈妈们，就是做这些的妈妈们、妇女们，她们本身就是也可以从当中去赚取到他们该有的工资，对对对，然后一部分也会变成基金会的一个公积金的来源嘛，对，因为它就是一个我们就成立一个新工坊，然后他们就会在里面得到薪水，然后那多出来的盈余就可以继续让这个工坊再扩大，我们可能就可以再照顾更多的妈妈加入这个